位嘅嘉賓佩姿，你好。我哋先人專家呢、這個特別嘅單元叫全民都係 My Fitness 人專家，係你嘅噩夢嚟嘅。係啦，佢嘅 boyfriend 咧真係夠經典，因為咧正所謂大禍臨頭各自飛啊。係啦，因為點解咧？我一問到佢，你打算娶佢冇？喂，傻啊，冇打算啊！但係佢嘅演技非常好。係啊。點解咁講咧？嗌佢啊，佢真係啊。一 action 就飆曬眼淚啦，好嘢！哇，睇下以下嘅片段你就知㗎啦嚇。係啦，仲要必須澄清啊，要係一個特別嘅注目嚟嘅，就係如果整個線人專家。令到你哋分手嘅話，翻咗屋企分手，我哋係唔負責任。所以你將你嘅資料 send 上嚟嘅時候，妻離子散，我哋係唔包嘅。係，祝你好運啦。OK。Hello。咪。啊。咪，你在做什麼？什麼？你可以來摘我嗎？在做什麼？那等你一直罵我耶。全家。真的。今天老板又去新加坡，然后我又订错一批货物来哦，然后就这样子哦。那你老娘现在？你现在在我，他又不跑去你哦。什么？现在妈在你下呢？你还在我，我不想做。今天我想请半天假。不能呢，不可以这样子做工。他一直骂我，我能怎样？那可能他很少骂我的嘞，多做东西是这样哦。因为他讲，因为那批货很多钱，然后他讲要扣钱，要扣粮，因为那批货从外国来的。不可以这样啊，这个你不会找我们商量咩？真是哦，那怎样？他又一直骂我，然后我现在在厕所，然后我这边一直骂我，一直骂我。那你可以，我中鸟了的样子。你带我回家吧，你出来一个钟啊。不可以，那你可以这样。可以啦，我不想在公司今天。怎么？这是谁？你这么给的电话我。Hello。Natalia。Natalia。我是 Natalia， 你是谁？我是平辈啊，就是男朋友啊。男朋友哇，你哭过来啊？啊？啊？平辈你哭过来啊？谁哭过来？他哭啊，他这么哭。是哦，他一等什么？你一直骂他的嘛。哇，你什么态度哦，年轻人？他不是啊，就是这样子讲，我是讲他什么？他现在啊，他一直想要回家哦。他这么酷炫，不懂哦，他讲什么啊？多收东西，什么订错货？这样订错货是应该要骂的啊。怎么你会 order 错货啊？不知道，不是 order 错，是那个款错了。你好了，我一直讲我骂你，那你做错事，我骂你好过要你赔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这边几百千嘛，如果我要你赔的话哈，你真的是哭三天三夜都哭不了啊。你给电话哦，给电话。我是 Natalie 的大老板啊，我叫 Jonathan。我们刚刚跟那个大老板开了一个会。你女朋友 order 货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她有跟你讲吗？五百千哦。不止啊，是五百千美金。OK， 现在是这样的，你女朋友呢？他们有的做了的。OK。他没有的做小事情，公司损失很大件事情，现在你赔不赔得起？你讲，讲，这是当然是赔不起啊，人大叔。这样你叫我们讲，我们公司损失500千美金啊，马币多少你会算嘛，朋友？你是男朋友，你过来帮我们塞，你跟他一人一半，帮我们赔这个损失。你刚才是讲500万美金是吧？500千美金不是500万，好像夸张。听东西，听清楚。那我过来跟他塞啦，难道我可以还咩？这是你们的事情哦，你们有听过吗？两个一起，啊，你跟他拍拖就这样的啦，不然。保还的比保。你怎样？保还呢？啊？怎样好？很奇怪，你们，我跟你讲，不要玩哦，我跟你讲。我没有玩，真的是这样子哎，刚刚那个是阿龙来的嘞。哇，
你幾時變咗阿窿啊？我明明是好人咧，仲变咗阿窿咧？他叫 Jonathan， 你的上司，也是我的上司。我不知道，他没有玩你。他是阿龙啊，你知道小老板吗？龙。哦，阿龙，走音的。娘。不要玩咧。上班。OK。OK。你从哪里？不要笑。不要笑，很认真。你过来载我，我现在在麦 FM。你过来载我嘞！不能了，不要玩了。你够力了，有脾气的时候有没有结婚的打算？我没有。脸衰啊你！这男人跟你算账了。可是他是好男朋友啦，他叫你不可以坐公车随便便回家嘛，对不对？他是好的。一讲到钱啊，男人啊，我冇啊，我没有啊，林头我不认识他。